Hello， 大家好，谢谢你们又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我要很速的开箱这个 Nespresso 新寄来的包裹，这个是 Welcome Kit， 就是你如果是第一次购买 Nespresso 的商品的话，他们会送你一个 Welcome Kit。听说里面有透明的杯子，我们今天就来开箱看看里面到底是藏着什么宝物。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些收据啦，然后里面有大概十条咖啡，要买十条以上的咖啡才会有送这个 Welcome Kit。那我这一次买的咖啡呢，基本上都是他们限量的，或者是他们今年刚出产的这些低咖啡因的这一些咖啡，这里总共有十条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我今天主要开箱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欢迎礼吧，就是你如果第一次在他们家购买，超多东西的啦。OK， 好，里面没有了啊，这里。Nespresso,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Nespresso。 所以这个这么大的盒子就是他们所送的这个欢迎礼。听说这个欢迎礼价值也要至少50块吧，我在猜。打开之后呢，哇，这盒子包装的还不错哎，非常的环保，全部都是纸。然后哦，这个就是回收袋，不用介绍了。哇，它里面除了杯子又多送你一条咖啡耶。这个杯子是我最喜欢的，他们家出了好多种杯子。这个杯子啊真的很耐热，我用了大概2年了吧。它这边有 Nespresso 的 logo， 然后我记得它是法国做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对耶， Made in France。 我不知道，这样子你们看不看得到，但是它写在这边 Made in France。 这两个送的这个杯子都是法国做的，而且它真的很保温，然后又耐热，你加那个100°C 的那个水完全不会烫。所以它送你两个，然后送你两个杯垫。这个好像也是限量的杯垫，他们这个杯垫好像是没有单独卖的，一定要一整组的给他那个购买才有附赠这个杯垫，所以他一次送你两个杯垫，然后两个玻璃杯。然后这是什么咖啡啊？Gingerbread， 哇，这不错耶，这是他们那个今年这个冬天这个限量生产的这个咖啡，哇，不错耶，里面有10颗。哇，我觉得很值得哎！如果你们是第一次购买 Nespresso 的商品，买10条他们的咖啡，我们没有业配，但是要业配我也欢迎，谢谢。你如果购买这个10条，他们家的这个咖啡，任何一种口味的话，他们就会送你这个 Welcome Kit， 然后又送你一次有2球这个免费的这个 sample， 你可以选他们的这个 virtual 机器用的，或者是 original 的都可以。好啦，这就是今天很快的这个给大家开箱看一下，新会员收到的礼物是长什么样子。OK， 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